贴切如是榻榻米，是日本传统太普宴提办的材料。台湾为有做榻榻米一张样板，是对日本书的意思。这当时有许多日本师傅来到台湾，教人装扮的书艺。里面建筑形式改变的书工作的榻榻米，如你今日看不到的。台中东势的魏山竹以七十米设计，以黑藤日本师傅学的。认识台中，是得讲贵的总铺，长春都以一三年还在坚持手工来做榻榻米。一模好上诶，做到做唔样诶，也按有老师你嘅手工榻榻米，结局也会谈论时代蛮好的。老师傅一刀一刀裁切做榻榻米的粗贴诶，细下味诶。问下看你一道诶，当时输个切下去。啊，这机哈用下了二十年嘞，哎，啊，这机用了五十年嘞。准出师诶，好时都了下。嘿，好时都了下。本来是安泰，用了变了嘞。哈？嘿，你讲本来安泰机。嘿，用了变金融金色啊。也顺讲啊，都会用了五十六年，连边都会蔬菜，每合适做榻榻米用到一下。那这样是强撇，对日本买来，啥从来唔是用过都会来比。老师傅卫生组可能都会进来建设，都会使停电机，经过人生所有的变化，对合适出来结婚做成年多一下，都会全部记起。老师傅的好功夫也无计算比的。我以做哈十三岁的时候，国小毕业。因为木卡个当时较困苦吼，就想讲来寻一个事来做，寻一条路。个当时因为咧榻榻米事吼，当多，个天力公司啦、建设局啊、公所、学校嘛，个总爱用咧榻榻米，生意当好。啊，其实新外社时啊，就出来咧，因东西台北落聊下，来打拼，啊，听一个老师傅了，好咧。做榻榻米的生意，啊，因为佮本身也真上忙，啊，木水咪真好，啊，所以讲师傅搞起了海的时候，啊，佮一针一线的时候都看在眼里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像有今日的成就安尼。做嘛榻榻米？佮你耳鼻弯弯，侧面的强很。彩好粗贴的，撒好来做侧面。魏山竹的师傅是台湾日本师傅学，佮是第二代的台湾学生的。先对边粗贴做起始，最尾将高级用来做侧面一条。更记得今年是民国四十六年，成立以后三年四十年学习出来，差不多是民国五十年。这样是机关学校一条用榻榻米的做进来建设的。李总吴文亮认识魏山竹几啊十年，要看定董事太个榻榻米店一间一间数起来，最尾将传到魏山竹，很多坚持用手工做。因东西特别榻榻米店哦，可能有五六间以上安尼。后来因为俩。那碰床的地吼，啊，所以讲取代了榻榻米，在经营方面哦来讲，也体力上耐唔好，啊，所以讲哦是渐就跟手往来，啊，了魏爸爸所以讲，今年是所以讲东西的国宝，诶，唯一一间榻榻米店，其实很多经营安尼。一做哈，我处理同人比，面床啊比啊，台式啊比，因为木匠而刷刷而做木匠，哦。按做好又要个同人送伊个咧，真麻烦呐、啊。嘿，像外地啊，我送到通宵去啊，那去通宵去比较呢，做好咧，下昼做好去送伊，送个通宵去咧。苏工做榻榻米好少度过，下起人客户卡量，甚至到榻榻米店见来见少。不过一见嘢，又开始有人用榻榻米，卫生组人客归内外都有。因为咧榻榻米少了哈。即中医师宣布出来讲，对骨头较好啊！嘿，伊摔碰撞摔了软软吼，当然伤骨呢，将了钱个阿了钱他医生肯去摔榻榻米，嘿，摔表个挺硬，啊，所以咧当多去弱个吼，装下做一件合适榻榻米。魏山竹遇到人客，请其贵妇个都做榻榻米，创业新装房人家就完全唔用碰撞。以前啊，都三十年前啊，就我妹妹大龙剑榻榻米诶，大龙剑啦，我妹两晚出来叫小人说了，就唔说啦，还没喊出，根本出来榻榻米诶。啊，我头摆都
就像撞到榻榻米啊，爱去学讲碰草，看有那个舒服咩？不过学多了来，榻榻米啊，恰好就开舒适啦。刘发勇是做装潢的师傅，和家上少间人客不卫生住，因为手工做榻榻米较耐用，用机器大量生产呢，唔系唔好，是唔过头转头转脚的素材，冇办法像原料来按足够。你像我都在新生那边了哈，还没出去做装潢，还没做一个卧榻，还没用榻榻米啊，没去做卧榻，一出事也装凳啊，做上凳，底部不用榻榻米啊，一些雪来，一些雪龙胶。写错看书，我都系很严重啊！大讲物个个做事啦，啊，机器几多做朴素行啊，啊，做工个时代讲啊，我哋啊用船做用船个吼，哎，啊，机器嘛有种个个死角啦，因为蔬菜机器嘛做唔得，像你安尼三角形呢吼，你机器就做唔得了嘛。我先做的某嘢，头十年前是双面听行手落榻榻米店，结果国内外当地人都来抢机，生意太好，店都结开下下白。一十年来，佮进来建筑唔来，咪无时间做体验的素材、批量、送货、送贴唔做诶，比做诶行卡多。你过来啦，有一半诶啦，做来了抢挨做榻榻米。佮今年讲你做好吼，佮还要检验配料个中间之长吼。你讲台中市，安都苗栗，现在都做到新竹啦。安都彰化哈，安嘉义啊，做到嘉义的呢，列部分的呢。安国开始啊都没嘞，安都说了就业了啊没嘞。来提供个高师去切磨嘞，切磨后生啊没好啊，也后生都没好呢，那都是切磨搞模式啊。哎呀，很可惜啊！哎呀，都做，有没有去选配的？我没去选配的。其实手工做的料呢，艺术品呢，一耐。这里面有个铁块在里面，这个针哈、哦，很那个很利，没有这个铁片哈、哦，挡不住它。做榻榻米做了五十六年，两只手做到变形。卫生主讲，一年少做三单，就做得过年嘞。并不是他不肯教学生的，是无人来学。他今年已经七十二岁的，没不得还做得做结交。要来签来学，都结果都学唔没啊！你吃得两日嘞，扑都记得个么安上来没？做都唔会做就好嘞，哎。家安尼是做无人做的，是啊，错啊。一堆半片安泰榻榻米有二十二公斤安重，对做好都送货，下下都要起个来。我想做咩事，也后生一代，唔好做卡酷的事。卡大松的系，对日本传过来，手工做榻榻米技术，果不将做一样会冇听。